你们知道意大利啊叫冰淇淋的名字怎么称呼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欧洲人才知道啊。当然，当然是欧洲人。因为他双眼很深邃啊。他是不是有一个英文名字 ？Anthony。你点点啊，你不要废话。你看我们这里面有抹茶的，有这个咖啡拿铁咖啡的，这是送你，所以这特别为我们做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干嘛把蘑菇挖出一个洞来？很清爽的。它那是芭乐的味道，芭乐的味道。这个是蛋蛋冰，蛋蛋冰，这个是纯手工的。好牛奶哦。是，我想要的。而且它保证不添加别的东西，所以吃起来。怎么样？讽刺我？蛋牛。你全身长满刺是吧？哇，这个厉害了！这是这个铁板抹茶的蛋糕，看这个帽子，对对对，非常创意的啊！那它怎么用？这个铁板的抹茶冰，这个是要追求冷热在一起，应该就是瞬间刷刷刷那个感觉吧？这个每天呢限量啊，只有六份。OK， 所以赵哥说他青春之时。去混冰果室，然后真的有要跟妹一起这样共享一碗刨冰吗？当然了，如果她愿意，她不介意的话，那当然就是你不会还做过那种一杯冰饮料，然后两个人吸管，蛮好吃的，插在同一个杯子里一起吸。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子。念书约会的时候，对念书的时候，你看他就就会。可我觉得那个是年轻的时候才会，对，现在不太会。你跟兴隆不会吗？好像也会，在家里，在家里不会，但是就是会，比如说我喂他吃一口，他喂我吃一口，这样会。你跟兴隆？为什么？大家应该都要跟兴隆，不然他要跟谁呢？跟辛拉面吗？可是他很喜欢，就是比如说吃什么东西，他就会先咬一小口，就是没有，不错啊，真的，好开心哦，很浪漫哎。坐着就会互相看着对方，然后吸饮料。会啊。就是互看的时候不是很尴尬吗？应该还不会吧，不会啊。那如果戴假发，你会尴尬吗？我。现在上来是另外一道，对，这是意式的，这个是酒的，酒的，对，特别为 S 准备，也是意式的吗？对，而且怕你喝不够，我觉得可以再重一点。店家如果可以依客人就是自己的需求说我要加多少酒精的话，我觉得会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酒店就好？你干嘛去吃冰淇淋？刚刚这家的名字是啊，这家叫做，你可不可以？我英文不好。不是英文，是 Cosi，Cosi，Gelateria。是 Cosio Cosi Gelateria 是不是 ？Gelateria， 这要请赵哥念吧，他来唱。Cosi Cosio Cosi。Cosi 啦 ，Cosi 啊 ，Cosi。蔬菜吗？啊，不是，那是抹茶。是抹茶，那怎么会长得像蔬菜一样？就跟那个蘑菇的道理一样。然后它做了眼睛是可以吃的吗？眼睛可以吃啊，它是饼吃眼睛。不要挖人家的眼睛，赵哥不要挖眼睛。你怎么会说？我做饭怎么吃？好用，你这破坏掉这个冰了吗？对啊，把眼睛整坨挖起来，受不了你这种人呢，这个没用。对啊，最好。你不要回来，你不要回来，我们这边好好，你一回来烦死。爸，我觉得这个冰很适合赵哥吃，什么东西？怎么样？它就是不会过甜，因为像你们这种人，应该已经开始怕太甜的东西吧？你们这种人是不是？就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，是不是？你看他先吃眼睛，好可爱哦。发热量太高。好可爱哦，你看他先吃眼睛呢。赵哥刚吃眼睛。可能男生吧，因为男生看到眼睛小男生一定要吃眼睛，男生吃眼睛要买眼睛。老男生吃眼睛，那老男生吃什么？老男生吃眼睛啊！火山爆发！会有东西喷出来吗？啊，没有，就是怕你觉得危险。不然你如何？很棒，而且它里面是有咖啡的那个味道，很浓烈。可是他们说那个配起来，因为他们莫凡比家有非常多种口味，可惜就是少了一个味，就是没有酒味。是哦，来了来了，马上来了来了来了，太多了吧？不会吧？
不是，你是要纯饮还是要倒在冰淇淋上？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吃就不要点火，火山倒塌了。有酒差好多，真的，真的。我想这是你对整个人生的结论吧，就是有酒差。酒味一直从那边飘过来，完全就是手那个灵魂都出来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是换另外一家，我觉得他们好像有帮你准备了一罐东西。是，如果这里面有一罐是酒的话，我真的很感谢那个店家。它里面好像有一罐是酒，有一罐是酒吗？可以这样，但是它原本大的，可是管不是要给它直接灌，是要倒到罐子里去。对对对，大的里面其实是就是他们里面是那种。他们把水果切片，然后切片之后加一点果汁去冰冻成的冰块。你不是要加进去了吗？你为什么在喝啊？那一管应该是 whisky 吧？你要不要加？然后还要加中间那一管，一点点。中间是什么？中间那一管，这不我放到我化妆间。这块大一些。那长者要喝一下吗？长者可以吗？这个味道我喝喝看。没有，要先搅拌一下。如果你的酒比较少，比较适合你，现在不喝酒了。你怎么会有人拿？辛苦了，什么啊？有一个人是很扫兴，对啊，他很像，对啊，被你搞得像水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怪，你们哔哔啵啵，嗯，好喝，好喝，就这样，好无聊啊！会让你开，会让你开心，你要讲多一点，多一点嘛。怎么喝？对，没办法。而且我是汤圆吗？对，我这个很贴心，我觉得比较适合像赵哥这样子的长辈，因为找到一些以前的味道。这个真正有一点么小凉冰的感觉。这是古老的冰。赵哥，他就是你知道，通常我们吃汤圆的时候，就可能就吃热的汤圆。嗯，但是呢，他把它。所以今天只介绍一道，没有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也是。